这个结束。耶稣是的，耶稣的爱临到光光身上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要让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带着光，是上帝你的爱，是吧？就像你的爱一样要借由他带给别人喜乐和快乐，所以祝福光光他，这每天都能够跟你的同在，他的这个喜乐充满在他生命当中，在他生长中，主啊，你的看顾还有保守，你会让他为这个家庭里面带来的欢乐，是让他们父母亲能够更爱他们的小孩，更爱这个家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我们感谢天赐你，今天是小光光的生日。是的，是的，就如他的名字一样，他会成为这个家未来的光，还有他所带给这个家庭的无限的欢乐。是的，那主啊，愿你爱天使来给我的小光光，让他每天都能够享有你的同在。阿门。让你的智慧还有你的爱触摸他的心，让他在小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父啊，你是多么的伟大。耶稣，好让他能够成为你未来的器皿，而且就如同他们的主耶，他是光，他以后会为你做光做盐。阿门。阿门。更多的人，是我来求你去祝福他。也祝福他这个家庭，因为玉成弟兄他也是你的好管家，他竭心尽力的为你的事，为你的事工在奔忙，阿门。并且为你，我叫康，您在宣扬。主啊，求你纪念这个家庭，求你也赐福给这个家庭，让你的神，让神的光与他的平安喜乐还有富足，在这个家庭里面充满并且满盈出来，因为神啊，你是祝福的神，凡为你尽心尽力的，你从不亏待他。阿门。所以神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感谢，为你祝福这个家庭，并且用你的油膏抹他们的头。阿门。赐福给他们。是的，献上我们的感恩与感谢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耶稣是的，祝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啊，可以吃了吗？你已经在吃了吗？哈利路亚，天父以及神的爱浇灌在这个孩子的里面。Love， 是的。Dream， 是的，你的爱给他梦想，在你的爱里面使他的梦能成真。是的，愿你使他所求的成真，而且超过他所求所想。他就知道那是天父你听着他的祷告，而且他所得到超乎他所求所想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的爱是能使他的梦想成真的。你的爱里面像糖果，像甜蜜一样的甜。耶稣，爱是甜的，是甜的。哈利路亚，却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毁坏。是的，甜蜜吃多了会蛀牙，但是你的爱不会。你的爱多了又多。哈利路亚，使他领受你的爱。又使他能成为那个流出去的管道。主，他就充满了你的爱，接触他周围的人，朋友、孩子、同学，甚至老师。天父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对这个孩子有极美好的心意，像光一样的，是耶稣又像盐，使人能调和。耶稣，你的爱在那个里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爱他，主，孩子要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就好像这个蛋糕一样，主，他们要领受一个丰盛，这个蛋糕充满了好多的色彩，主是丰富的，是有创意的，主，我求你把多了又多的创意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充满在这个家庭的里面，在玉成，在玉乳，在美竹，跟光明的身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使玉成跟美竹是何等不一样的，他们却配合了；以乳是如何不一样的，你却把他们配合在一起。就好像在这个蛋糕有不同的颜色，
主耶稣，谢谢你却成为如此美好的一个颜色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样子丰盛、创意、丰富，主啊，是的，像结果实一样，多而又多的加添在这个家庭的里面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所祝福他们的、应许他们的，没有一样不应验。主，在你的时刻，你必使你的祝福、你的应许得以成就。谢谢你的天父，赞美你耶稣，荣耀归给你。听我们合一的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